型和车身设计，其驾驶空间在国际车型中优势明显，将会采用五座车型和七座车型后驾配车选择。在动力方面，安全速将会采用 1.5L 搭配五速手自变速箱，或 1.5T 搭配 CVT 变速箱，在提供充足动力的同时，很好兼顾了驾驶与设计。除此之外，探险 S 将会为你配备大量智能系统，包括全景天窗、ABS 胎压监测、ECP 电子驻车、低点无钥匙进入，以及一键启动系统、GRA 四速巡航系统等等。进一步强化探险驻车高品质、高配置的驾驶模式，不但为消费者带来更加美好用车体验。我将会为您介绍汉腾 S7.1V 拥有 12.3 寸全液晶仪表盘等丰富智能化配置，并搭载汉腾与智能车联网机构，随时查看车辆信息。性能方面，汉腾 S7.1V 三个动力核心搭配，请来到我们舞台上方。目前抓紧时间带着你们获奖手机属于定制的精美礼品一份。准备好的话朝我招一招手好吗？哎，确定吗？哎呀，如此斩钉截铁的回答我来，我们戴尔富士森林空气净化系统，呼吸功能的 LED 大灯，并配备360度全景影视系统， 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， LCW 车道偏离预警， PEV 运行辅助多元的升级配置，技能结合生活无限可能。魅力近在眼前，全新第二代InDoor，这款全油中级车将为汽车至善的充满自乘体验。是一袭流动的生命。满足了用户对于大型豪华 MPV 的高度要求。
谢谢。这个设计和建造的科技是法国以及汽车工业的社会原因。第一。每成功欣赏明星车主，则免费享受。